好了，有人要告诉我他谁？高逸轩。你看，就有几个人知道了，怎么办？等一下，你们后面知道吗？知道，都厉害，来，我们让他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华东学生陈逸轩。我个人觉得啊，待会这个掌声没有办法经过我的标准。再一次，让我们掌声欢迎邱炳生。不对，再一次，停，掌声加尖叫，再一次欢迎邱炳生。非常好，想不想看他表演？想。我发现只有这边想，那边好像不太想哎。来，再一次，想不想看邱炳生表演？有没有人知道邱逸轩最近从哪里回来了？你们怎么都知道啊？你们都有看比赛，有看比赛举手让我知道一下啊！是大半夜的，哎，谢谢，三更半夜，那时候阿根廷比赛是几点？台湾的凌晨三四点，那阿根廷几点？下午两点。你有时差吗？有啊。有时差还可以表现这么好，是不是应该再掌声一下？好，来，我们今天呢会有三段演出哦。第一段演出呢是由邱逸轩来帮我们带来个人的部分 ，OK。那第二段是谁？张维仁哦，也是带个人的部分。好，第三段是谁跟谁？好，这是姐弟合作了 ，OK。待会我们就先来精彩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刚才问完了邱逸轩。我们就先看邱逸轩演出，掌声鼓励。我不得不说，邱逸轩真的很棒，来，掌声一下，来，逸轩还在走吗？来，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哈，其实这个场地我必须摸着良心说，它实在真的不适合做化妆，我没说错吧？没错。那化妆在这个场地来讲呢，他们的轮子是偏黏的，所以刚才各位你们有没有看到，什么叫做大将来临？整个临危不乱，他超级棒的。刚刚他是不是有一度的卡住？他自己救回来了，对不对？救回来把它做完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好，通常呢遇到这种情况，在这个给分的部分好像是会有扣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他刚刚如果这个我要先问一下，现场有没有
只练素妆，没有练化妆的。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啊，谢谢谢谢，什么方向什么方向？然后很棒，来，你帮我们介绍一下，浅浅的介绍一下，化妆最迷人的地方在哪里？化妆最迷人的地方就是这两分钟，大家都要看。没错，两分钟这个场地是属于你个人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袁先生刚才表现很棒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是不是要再掌声换一下一个？下一位是谁？来，自己溜出来一下，快，把麦克风交给他。好，你们知道下一位是谁吗？